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啊，先把你们放下来。今天的影片呢是我的一周工作 vlog， 不过今天的 vlog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至于有哪里不一样，你们等一下就会知道。在今天的 vlog 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快速的来开箱一下，我上次去加拿大，然后伊恩的爸爸妈妈送我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伊恩送我的，实在是非常有他的风格，没错，他送了我很多，大概100双的袜子吧 ，It's from Puma。因为我常抱怨说我的袜子会一直滑掉，所以他就买了一堆这种稍微高一点的给我。再来是Ian的爸爸送的，他是一个这样子圣诞节厚厚厚的长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红色的颜色，你不觉得超可爱吗？就是可以留着今年的冬天或是明年的圣诞节穿。再来是Ian的爸爸妈妈送的，是这个 Lancome 的礼盒。那这个是乳液、Eye Cream 跟 Night Cream。我到现在都还是很难相信我会收到圣诞礼物。最后这个礼物我真的觉得很特别，但大家猜是什么？好，没关系，我直接公布好了。噔噔噔噔，它就是这个 Canada 2019 它的纪念币，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它每年都会推出的一个东西，我会好好的保存的。谢谢伊恩的爸爸妈妈，还有谢谢伊恩。再来想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上次去加拿大的一些语言上面的心得好了。大家都知道我现在人在香港嘛，当然很多时候会用英文，不过用法上面，尤其是文法，都会是比较 casual 一点的。我这次去加拿大，其实碰了很多新朋友，包含 Ian 的高中跟大学同学，我至少见了有20个人吧。然后我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因为要去澳门当伴娘，所以我需要写一个 speech。那我就在飞机上写完之后给 Ian 看，然后 Ian 就是帮我稍微大改了一下。我就发现是不是因为我太习惯就是很 casual 的用英文，而导致我有点丧失了正确的文法概念。其实你不要说别人，很多美国人的文法也不好。现在回想起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其实最难熬的课就是文法课，因为我们老师刁得很严。回来之后，我就收到了一个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企划，那就是英文一开关的 Michael， 他最近出了新的线上课程。那大家一定都有听过 Michael 吧？我之前是因为他跟阿弟的合作影片之后开始追踪他的。那他其实基本上频道就做非常多线上的英文学习跟教育。与相关的课程，他这次推出的文法表达力的课程，其实最主要就是着重在精简文法，然后让文法变得比较浅显易懂，然后甚至是用我们熟悉的中文的逻辑去思考要怎么使用这些文法，这样子就可以更精准的在适当的时机表达你想要说，然后适当说的话。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目标，是未来我有机会可以跟国际性的公司合作，或是在那边上班，那这个时候英文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有基本跟扎实的文法基础，不管在对话或是写作中，都会是给不管客户或是上司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另外呢，他们现在有推出一个新的计划，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支持，然后也想要帮忙推广的，那就是他们的公益赠课计划。目前他们已经送出了1500套，只要有人买一套课程，他们就会免费赠送一套给需要的人。如果今天你的英文有需要加强文法的需求，或是你像我一样希望可以在口语跟写作上面都可以更精准的使用对的文法，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Michael 的课程，那会把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的学习英文。那我们就稍微快转到前面，开始今天的一天吧。Everybody， 请大家先忽略这一块，现在是一片混乱。今天是星期一，所以等下去上班。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早餐。我今天的早餐是燕麦片加蓝莓，然后一点柳橙汁。对，我等一下要去香港的市立图书馆。然后为什么我没有去公司呢？原因是我们要从旧的办公室搬家到新的办公室，可是新办公室要到好像是农历年后。它才会好，所以我们中间这段时间就是 work from home 或是 work from a cafe。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哇，如果我们今天去 cafe 的话，我如果有文件要印的话就没办法嘛。所以后来跟 Crystal 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先去图书馆把该印的、该扫描的东西先处理完，之后我们可以再去一个 cafe 坐下来工作。嗯，现在时间好像已经快来不及了，所以我赶快吃完就要出门。噠噠，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 我的上衣是在大阪的 Wego 买的，我的外套跟裤子都是 Uniqlo。 这本书是我在无印良品买的，翻了几下还蛮喜欢它文字的风格的，如果看完觉得不错再跟你们讲。 OK， 好，我已经十点了，我要迟到了。拜拜。今天是我跟 Crystal 第一天work from cafe。 我们家是哪里？成品里面的一个花店 cafe。 如果有适合的，我讨厌鸟。我也讨厌鸟。这边很漂亮，看我不见了。跟大家很快的 update 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先回到家了，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间咖啡店是可以坐在那边，然后有充电，然后有 WiFi。 我知道这样子的要求在香港其实是蛮奢侈的啦，真的很难找，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现在要先继续把还没有做完的工作给做完。 2 hours later。给大家看一下我。Oh no！ 哟 ，You are so 岌岌可危。Oh no！OK，、okay. 我个人对于这个川香麻辣非常的感兴趣，我准备了一些青菜、菇，还有在市场买的豆子，准备跟剩下来的芝士肠跟蒜炒在一起。再次觉得香港的物价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尽量在家里自己煮。Sorry， 清理你，好吧。哦，他浮起来了，看不到。你看，起来 ，Nice。Nice， 它真的有花椒的那个川味的味道，嗯，好吃。Good morning, everybody！ 我的，那你看我的床有多乱。好的，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了。我们今天要去的咖啡店就是西营盘的 NOC， My Favorite Cafe in Hong Kong。 我今天卷完头发，然后尝试把头发绑起来，有点不太习惯。这个是我今天的 OOTD。 我的上衣呢是 Uniqlo 的一个这叫什么，驼色上衣。然后衣服是 MAC 在去年冬季联名的裙子。等一下，就在现在1月7号的早上10点刚刚开卖，我是不是应该要，完了，我错过了，我不知道。 Wait What？
我刚刚不小心在公众场合讲了脏话，很大声。就是肥一最近不是上传了很多他那个有的没的影片，我就说哎，那个字怎么念呢、啊？然后说是凹片嘛，他就说不是是，然后我就哦是，然后我就很大声在那个咖啡店讲出来。重点是咖啡店这边很安静。我现在到了我的今天的第二个 office， 第二个 office 就是 Agnes Coffee Shop。我帮你打马赛克。对，因为现在很丑。等一下。然后外面有 Boris 跟 Crystal。好，咖啡出来。哇。然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可。哎，我看一下，我现在会不会很丑？很恐怖，我直接拐了。看下我们潮，很美。哎，算了，无所谓啊，还帮你放大。超坏。李炳侯弟，讲的是一点侯弟。李炳，这样讲不是吗？叫妹妹啊，你说什么？这边好一点。李炳侯弟。李炳侯弟。对，李炳侯弟。喂，你个提咩啊？咩啊？做咩啊？哦！啊！死咩？大声！我唔吓佢，点解执翻部机啊？咁所以咧，我就想问下，如果Hi guys，我现在在家里，原因是我今天早上到 Element 之后，就忽然开始胃超痛，就是痛到我没有办法走路的那种。Crystal 就是冲去帮我买胃药之后，我真的就是 hold 不住，我就吃了胃药之后，我就先坐计程车回家。现在我已经觉得好一点了，我想说可能是我这两天喝太多白酒，然后我的胃有点不舒服，对，所以。那我现在要准备来煮一个蔬菜粥。我刚刚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个咸粥的食谱，但是我们家没有肉，所以我今天就做蔬食版的。其实也算是清冰箱啦，有高丽菜，然后菇，然后豆子、姜、大蒜，还有可能会加一些玉米吧。余下的时间。是我第一次煮粥吧，我觉得自己蛮厉害的。不过我煮了这么大一锅，我是要吃到民国几百年呢？哇，这很好吃哎！哇，这个很好吃哎！我的新技能就是煮粥。吃完粥之后感觉已经好很多了，然后我现在要准备出门去找 Vanessa 跟 Crystal 一起吃饭，然后晚上呢我跟 Crystal 又要再去开会，所以对，今天会在外面待到比较晚。然后大家最近因为那个香港肺炎就是爆发嘛，所以大家出门在人多的地方都一定要戴口罩，然后勤洗手啊什么的。对，你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我们一开场应该是很生气，等一共40分钟，差不多，这应该五分钟以后。做了什么？我们今天本来是一个好好的 meeting， 结果呢变成什么？隐藏摄影机的主角。然后呢，凶手就是这群人。这群人。我们在模仿是我们刚刚的表情，一二三。好啊，辛苦啦。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了，我要回家了，拜拜，拜拜。Hi guys， 今天是星期四，然后我们昨天蛮晚才回到家的，回到家的时候好像已经快要12点了吧，对，然后我现在又要准备去元芳 Element， 因为今天有几个会议约在那边，所以Yeah，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睡到全身都酸痛，尤其是我背的部分，肩膀这边有一块鼓起来，然后超硬超酸的。然后今天的 outfit 呢，我的上衣是 Yes Style 的，然后裤子是 Uniqlo， 大概是这样子。今天我一整天大概就会在元芳那边，然后我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行程吧，所以今天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一天，大家就多担待咯。Ready? Let's go to work. Darling, 下班了要做什么？没错，就是 shopping。我现在回到家，然后准备要来煮晚餐。今天呢，我想要吃一个比较不营养的东西，噔噔，你知道，出门在外的好朋友就是辛拉面。因为我1月不是参加婚礼吗？就你知道婚宴上面有很多什么海鲜啊、羊肉，然后鹅啊、鸭啊，那个其实我都不太吃，所以我每次去婚宴都会觉得就是就是我能够吃的东西就两三个这样。所以我说我以后结婚可能就是菜色都是什么 tteokbokki， 然后有个辛拉面站，大家可以自己煮辛拉面。你知道婚宴就是大家要吃的开心嘛，有趣对不对？就是每次都吃鲍鱼跟鱼翅，是不是有点太无聊？对，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比较营养的版本，所以我准备了，其实也不是比较营养啦，就是加比较多乌龟博有辛拉面，然后等一下想要加一些年糕，然后还有玉米跟蛋。我在考虑我是要单纯煮我的面，然后这边煎一个玉米蛋，还是去全部把它混在一起，我现在还在纠结这一件事情。Guys, it's Friday. Happy Friday, yay! 我今天来吃个早餐，跟你们说，我昨天晚上买了这个，我就一直把它放在袋子里面，然后我到今天早上才发现它没有被我冰进冰箱，但我还是继续喝了，希望我等下不要拉肚子。对，这是我昨天在 Zara 买的上衣，不知道这个领子会不会很奇怪，我这次觉得蛮特别的，而且我很喜欢它袖子的设计。我现在人在湾仔，然后我刚刚去那个香港的入境事务处办一点事情，然后我只能说我在付款的那一刹那我心在滴血啊，算了我不要说了，但是有种被削了一层皮的感觉。对， anyway 现在又要回到元芳 Element 去，因为今天有工作在那里。好，你们我已经连续3天去 Element 了。样子，好累，好睡觉。你觉得剪这个影片好累？因为我每次拍照都会拍很多很没意义的東西。那你不用剪剪剪，你就放一个没有 edit 的 version 上去，我帮你运镜，运18次。他
概这次的一周 vlog 好像变成一周煮饭日记了，其实也没有不好啦。今天这影片算是还蛮及时的，就我有点想要看看我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在两天里面把我一周 vlog 给剪完上传这样。最近的影片其实慢慢的好像我有越来越喜欢的趋势，当然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个影片开始慢慢往我想要呈现给大家看的那种就是很真实生活上面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很开心。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就请期待下一集吧。那我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刚才在看1440分钟多。